反正不是刘新佑。你别气馁，马上就是学校的联谊会了，这次的负责人八九不离十就是我，到时候我就帮你力挽狂澜啊。以后的事谁说了算？你先把我那两张票赔给我，电影都看不成了，怎么办？赔嘛，我请你吃这个。太冷了，不吃，我要吃那个。就算解四的，老板要两个冰激凌。来，真的，业绩好了才能挣钱嘛。撒点东西啊。哎，小美女，长得挺好看啊。哎，一会儿我们俩请你喝一杯怎么样？我们都单身的。我不用了，没时间。哎，不用了。别走，不是。哎，什么？你谁啊你？哎，收收收。你在那待着，过来我跟你们说点事儿。来。他们就走了，没说什么，就跟他们说你卸了妆也不好看，因为这个进局子也没什么必要，所以就走了。你这个人，好吃吗？嗯，我说你多吃点，快吃掉。德育主任的电话，我跟你说，这次负责人一定是我走的巧。老师好。梅啊，那个联谊会的负责人决定进来了，有你啊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二年级的李崇文。This 邀您共赏，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。